就是第一届呢，要把创作的想法传承到第二届，希望他们一样也很快把这本他们自己的著作给出版出来。是，好，我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好，我们今天呢，世界旅校第一本哦，这个畅游奥地利非常厉害的这些朋友们已经顺利的达标哈、哦。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家长朋友们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记者会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请媒体朋友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些采访跟拍照。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贵宾朋友们，同时奥地利商务办事处代表、副代表啊，以及我们的张董事长，各位上台来一起来合照好吗？谢谢。好，小朋友可以往前面站一点点。小朋友往前站一点点好吗？好，这条线。哇哦，这应该是创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全世界年纪最小的畅销作家，现在是目前为止上史上应该年纪最小的作家群。他们真的是不容易，从写作、拍照到对，我们同学何方还提醒，对他们所有都是使用 HTC 手机来做摄影，还有绘画，每一个篇文字里面，我们完全不润稿，由他们亲自撰写，所以这本书呢，算是破纪录没有错。那现在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接下来还需要大家媒体多帮忙，多帮我们宣传，谢谢。是让这样子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不只是吃喝玩乐而已，他们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人文历史，他们要怎么样去搜集资料，他们要怎么样用不一样的观点来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台湾的孩子们，我们有信心，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梦想，我们知道怎么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踏出去哦。好，那我们同时之间，因为这每一个过程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体验，那现在是台下的朋友还有媒体朋友在拍我们，那我们也非常的谢谢 HTC 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支持孩子们圆梦。所以现在小朋友们，你们也拿出你们的相机来拍出你们自己生活当中另外一个新的体验哈！耶、哦 yeah,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刚刚可能我们第一阶段的影片大家可能没有机会看得清楚，那可以麻烦我们现在等一下继续帮我们第一阶段从世界旅校从成立开始，应该组织了，我们是一个就像营队一样，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第一本书的诞生这个过程，我想大家可以通过影片可以了解我们这群小作家是怎么创作的。那现在小朋友他们你们可以拍他们想要拍拍我们在座的贵宾，也可以拍拍我们代表跟 Jenny 这样子，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可以让自由的。好，我们现在呢就让小朋友们啊、哦、也用你们的眼光来拍摄整个记者会，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哈、哦、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呢到这边也告一个段落，再次的谢谢所有参与的朋友们，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媒体朋友们，我们会留下以下的时间啊、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访问这群可爱的小孩，那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生命的体验，谢谢，谢谢，也再一次的谢谢。